未来深耕自制电影，去年内人外人系列风光入围11项金钟奖，更一举夺下最佳电视电影、最佳男女主角等5项大奖。今年未来乘胜追击，制作优质娱乐电影的同时，我们更增添人文关怀与社会议题。三代亲情，两个父亲要如何面对同志课题？我一直尝试着做个正常的人，可是我一点都不快乐。我十分了解你，但是并不了解我。我不爱你。我是真的想要定下来，我也想要有一个家，过过正常的日子。可是你们觉得我很可怕，你们觉得我害了他。我求你，再给我们家一个机会。好吧，孙鹏、顾宝明、高英轩，双拳。人最不能辜负的就是自己。我只是想和他相亲。人生无法预期，更要珍惜生命，爱惜自己。这个就是你答应给我女儿的幸福，是吧？只要为了你，任何事情都愿意做。你挑起了我的欲望，我不许你擅自停止这一切。永远只看得见直线的人，通常他们都不知道，其实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很圆满的人。蔡淑臻、梁正群、黄志伟、赖琳恩，亲爱的，我想告诉你，未来温暖推荐《父亲三部曲》。我严肃地在这给你保证。童叟无欺，价钱公道。结果狗囡仔给你卖装饰，叫我再请我看他吐回台湾。伊不是要找钟医生，伊要找是陆行侠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严肃人，我们有签约的。你说你价钱公道，童叟无欺，我要做什么，你都配合的。别离了，紧离离的啦！我明仔载开始，我跟弟妹我给你牵拖着啊。是你老婆吗？所以啊，你们穷的连时间都没有。现在才会用这种奇怪的方式环岛旅行。我们真的不穷，不然你问我爸。我的穷爸爸。冯世杰，既然有带考卷，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带？校长又要跳星座，我冯太极不是什么大人物了。不过我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了。都是爸爸不好啊！如果他能帮我写好考卷，今天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。我不要，你每次都不问过我，就自己做决定。妈妈是会这样。这跟你妈妈什么关系啊？你妈妈想过生你的，这让你母亲吃点气。你也没猜清楚，起码我们好生就好了。我这么等你回头看，你也看过看到人掉尿，你怎么不担心啊？我们有没有希望爸爸帮你做什么，发现一个方法啊？我要求爸爸做什么，他都会做哦。你不怕，我的富爸爸。小心，走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是个明星耶。李可为，你是个脑残吗？难道你们搬来这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就以为以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吗？你赶快进入你的主题，把你该问的问一问，问到你想要的答案之后，拜托不要再干扰我们的生活。我跟你保证，你以后不需要再做回收了。以后有什么事听我就对了，知道吗？你是别人的小脑，包括你，大家拢叫我偏爱做事啊。讲咱两个头壳都有够好个，拢发猪啊。不过头壳好个人，愈容易发猪，不容易。家婆你无，这都是外父。我的明星爸爸，我们让一加一加一大于三。照我的研判，应该是个小女生。在胡说什么？小莲已经死了，现在换她当鬼，鬼来抓人了。更要挑战您的感官尺度。当鬼来抓你的时候，你要躲哪里？真的回来了。躲猫猫。李佩旭、林美秀、林若雅、阿庞、小小兵、绝佳卡斯，未来电影台隆重巨献《黑道上错身》。今年我们将全力出击，未来自制电影
给您无限精彩。